歇着，我来了，歇着。先杀这个螳螂大柱 ，A 键拉起，接 A 接 Q， 我就知道你要回来，小伙子，一过来接拉起 ，Q 一下。哎，这不给人头？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奶给你揪掉，还需要不削钢？再把来个啥呢？克烈可不是那么很好办的，克烈这种东西拿点打不过的容易炸。圆规人吧，一直拼肯定是不明智的啊，我们就组号一个不灭，你干啥呢？小顽童，你害我好丢脸！就硬要打一个被动出来呗，硬打！我不闪好了，我要知道他能闪现过来杀我，我都不闪。你难受吗？上来啥也没干，鸟肉没了。我走了，回家了。他没有多少血，其实不用害怕啊。如果他下一波还敢跟我们拼，我们可以找他拼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打不了一手，一过来 AQ，A 接拉起，接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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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个 Q， 再接个 Q， 吃个小饼干，别，哎。快速回城，不懂了吧？这波兵线推不过去，只有我们死卡住兵线才可以推过去，明白没？用自己的生命来把这波线推过去，并且我们呢还没有给对面经验。对下 A 接拉起。出一下，把药吃了。拜拜。就是推线有点慢，这卡密人跟猴差不多吧？你们说卡密人跟猴哪个推线更慢一点？卡密人慢啊。这波可以出个提亚马特。为什么不吃塔皮？那克烈有大吃塔皮不死了吗？那不白给了吗？那克烈这英雄还能给人头？这英雄给人头可不好办，他一套能秒我。他也提亚马特了，行，来出一下九头蛇 ，A 接拉起 ，E 一下 E 回来 A 一下，接个 Q，W 一手接拉起。不走，不走，干嘛？来瞪他！哎，这波双杀，歇着。一血塔不没了吗？一血塔一没，我们三项不出来了吗？三项一出来，我们不无敌了吗？往哪去呀？你要上哪去呀？哎，
你害我好丢脸。这非得要跟临走给我送一个，那行吧。这下路挺肥呀，这波看看要不要去下啊？想一想，可以来一下。卡莎可以杀，什么意思？哟呼！往哪走？把下路塔拔了，这样我们家队友压力能小一点。走去边中路，算了，咱 ADC 可以杀呀。这圆规人是不是有点那味儿呢？这圆规人气飞丝滑吧，哼，是不是有点丝滑了？我就上来就踹他一脚，我们先杀这卡特啊，踹一脚，别急啊，扣一下，拉起。一下一回来 AQ 九头蛇，接个拉起，丝不丝滑，丝滑吧，回家。这个 ID 有那味儿了，嗯，哎呀，出错了，先来这个啊，不行，先来这个吧，先来这个，就死亡之舞会厉害一点。歇着，我来了，歇着，先杀这个螳螂大柱 ，AJ 拉起。接 A 接 Q， 我就知道你要回来，小伙子，一过来接拉起 ，Q 一下，哎，这不给人头？我的天哪，可怜呐！我操，阿斌 ，Look name， 这露露跟定我。哎呀，还有谁？克烈来了！别着急啊，我们这种卡密尔这种英雄，就得慢慢来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这波闪没认出来，让他给我敲死了！谁死了？莫甘娜死了，可以。我这边 look name 行不行？我会保护好赛哥的。我们家 SKT T1 沃夫啊，沃夫。OK， 沃夫。Yes, Daddy。都是名人啊，这，哼，又沃夫又德赛的，你说职业局这把，嗯，这把是职业选手的对局，对面是都英币，啊，不是，对面是北林。咱就非得要跑，也不得跑什么，往哪跑？来，旭东，这边中路干起来了，快点！ADC 的话肯定是必死，太丝滑了这，真的这卡米尔真是太丝滑了这。这其实是没必要上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你说也不知道。呀，这边给我禁锢住了。这莫甘娜确实是挺烦人的，这莫甘娜。没事，我们想走就可以走的，这都无所谓的。这莫甘娜确实是挺讨人厌，撤了兄弟们，这波没蓝了，德赛也不行了，德赛没蓝也玩不了。
呀，我有蓝了，这波可以打。这是怎么坑着我的？别急啊，这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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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这不仙人指路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哦，拿下了呀！拿下！这把太丝滑了，我天！杰克老。100万卖不卖？100万啊，100万不行，100万少了，100万有点少啊，不行啊，这100万哪行啊？杰克拉布签名照，哎，基本上是没有人能要得到的，知道吧？基本上是没有人能要得到的，而在我们这里，拥有杰克拉布的签名照，100万，打发要饭的呢，啊？我的签名照可能都得个一二百万的，德赛的有，德赛的啊，德赛的抽了，帅哥的没有，我就傻逼了。那天我就应该印点他的照片儿啊，然后让他给我签个几百张呢，什么 rookie 的、宁王的这些的，那天就应该都让他们给我签点。给他们个笔，我搁他旁边，他还能不给我签呢？是不是？他指定他拉不下那脸，你知道吧？下回我们提前准备一手，印点他照片，印个几百张，宁王就算了。你不能这样式儿，你世界冠军，即使现在堕落了，不行了。那你也得记得他曾经取得的荣耀，对不对？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